你是来照相的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请姑娘听第一题，这佛教用语四大皆空都有什么？大皆是空，空即是佛。你是来照相的吗？我知道。那你说。姑娘，有点快照相，快照相！姑娘有点那还有一次机会啊！那我来问一个，你来问一个。敢问姑娘，这古代女子如何称呼心上人呢？相公。相公。不赖，这美女这么开放呀！心上人不是已经成亲了的人？先生。先生。还是照相吧，是良人或者玉郎，可不是大郎啊。四大皆空是天空、地空、人空、道空。学到了，你们学到了吗？姑娘确实有点亢奋啊，我们该怎么配合您呢？好，比个心，给你比个心。姑娘的心怎么都跳到嗓子眼了呢？好，告辞，姑娘。好，告辞。